是王志伟，你好，我是孙楠，我们要表演到底谁聪明。当相声演员可不简单，得怎么样，脑子得聪明，对，反应得快，另外得有文化。我就有文化，我经常看报，我就经常看报，我经常看书，我就热爱看书。我看的书可真不少，现在我肚子里面都是书，真没看出来。我的学问比你大，我的学问比你大，我比你聪明，我比你聪明。人家都说我是数学专家，人家都称我算术大王。那我算到算术题你算不上来？没有我算不出来的题。好，你要能算出来我就把你为师。你别说话不算数喽。没问题，看好了，这是几个？这是四个呀。哎，你还真不简单，知道这是四个。这谁都知道。那么四个加四个是几个？四个加四个是八个。真够聪明。那么八七到一半是多少？四个。八七到一半，八减十四就是四呀，没错。哎，你脑子真笨，真没有文化，听准了。八去掉一半，那你说八去掉一半是等于多少？是零啊。八去掉一半怎么会等于零呢？八不是上下有两个圈吗？对呀、啊。那两个圈去掉一个，那不还剩一个圈吗？所以八去掉一半，那不是零吗？哦，你不是从这样去掉一半的呀？要不怎么说我还比你聪明？什么你没我聪明？什么你比我还聪明？我出一个题你也算不上来，那咱们试试看。好吧，这是多少？四个。四个加四个是多少？八个。那八个去掉一半是多少？嗨，是我问了你的问题，那还不简单？八去掉一半那就是零吗？不对。那就是四。也不对。那你说八去掉一半是多少？我拿八从中间劈开，那不就是一边一个山吗？哎，真有你把竖着切开了。对呀、啊，我想你横着切开，我就不能竖着切开了吗？是